南希同学，早上好。昨天的衣服我已经洗好、烫好、熨好了，还给你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哟，这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礼貌呢？四位同学。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？啊，你瑞哥，你这一大早上开始练醉拳啊？瑞哥，南希啊，夏瑞这个人，他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其实心里还是蛮善良。所以说，他要说了什么得罪你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咱俩总共隔了不到五米远，你下次说我坏话的时候，能不能先尊重一下我的耳朵啊，耳朵？又开始了。老师，我想上厕所。没事，你去吧，到时候帮你说啊。他们俩有事儿啊？不知道。三瑞同学，那些同学，你搞厕所惊魂吗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啊，没事，这是女厕所，男厕所。我找你的。啊？什么事？请，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额头？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额头？啊，不用重复，我听见了，不用跟着我，谢谢。什么门阀会员，花钱充的吧？好奇怪啊，这个人。